服。九确实是有点秀啊，要我想一想，这要是输了，出。我想想，这能不能出去啊？这王炸接飞机啊，好主意！我差点没想出来，哎。我差点没想出来啊、哦！谢谢老板们。OK， 舒舒服服30万。来吧，剑姬，给我表演个1秒4破。花里胡哨，带个破水晶瓶子要跟我拼。我发现你是真不怕死，还敢传。A 阶点烟，这干嘛？1000块了。回家了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走呗 ，EA 再 A，W 上来平 A， 接个 Q， 不行了，不打了。哎呦，这剑圣挺有意思啊！这剑圣挺有意思啊，还用的念咒跟我重置普攻，你不把那念咒给我留着，你还拿来重置普攻，兄弟，你是真是有点瞧不起我。我这就两个人头的猴，你知道我什么装备？你那小破80点攻击力的剑圣要杀我110的猴，回来插个眼，找到剑姬。我说了我无敌了，为什么不信？走了，好闪。哎呀哎呀呀哎呀呀哟、追怎么不追了呢？追呀、啊，差点买错了。愚蠢，哼，跟个猪一样。剑圣 W 重置普攻其实是可以的，只不过吧，你得分情况，到底留不留。Q 一下，哎，我这反应是真不行，我反应快点，这 W 都能躲掉。剑圣搁那打龙，没有人聚一下子。
团长过去也行啊，这剑圣都没血了，赶紧去，赶紧去，赶紧一个崩给他崩死。龙不是我们的，哎呦！耶，他从下面走回去了。哎呦，痛！闪现，闪现，快闪！那我不能走，我让你给我打回家了，那我的颜面何存呢，兄弟呀？颜面，脸呢？过来，来，往左边，往左边来。这指定是要从这里要到这里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挡一会儿他啊。这种兵线你回家呀？啊？亏死你！再带一波。去对面也去找找剑圣。哎，我会的呀。知道我来了没有用，我要他一波。哎，点炎我。哎呦我这点炎。没这点炎还真不一定谁死呢，小伙子。给我守一下塔呀。有一千吗？没有，950，差50。哎呀，这波兵没吃着。谁的红啊？不会吧，蓝枪不会死了吧？被剑姬杀了？哎呦啊，我双 buff 这不有了吗？谢谢老板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谢谢老板的双 buff。来一波虾仁诛心，在这儿等着他。扣一下 EA， 好扣，等消失。哎，又来了。
真好。真好的剑圣，又给个红 buff 啊！这哪好意思呢？你说，你说我都放你走，你都不走，就硬砍我的假猴啊！给我那假猴一顿砍呢、啊，给我那假猴都给他砍完了，砍的都。在这等着啊，剑圣又来了，你们怎么跟我打呀？小法师还掺一脚，哎呦，这船长这大放的可以啊。你别推啊，你别推，我在这等他们一会儿。来了个什么东西？乌鸦鸦。哟，这家伙这不行，他有金身，快点撤啊！回家。这剑圣一瞅就是生气了，你知道吗？已经没有人能拦得住他了，他见着我们就是要干我们，这是打生气了。下路啊，那我把下路塔皮吃了吧。啊，下路五层呢，能吃几层是几层啊，快点快点，抓紧时间。快点看看能吃几层。拜拜。加血，加血就算了，还不走。给你来个无影棍吧。嗯。哪来的乌鸦？无影棍怎么放的？想学呀？我教你呀、啊！我有门徒三千，也不差你这一个。哎呦！在你按 Q 的时候，右键点一下，摁一下 S， 就可以触发无影棍了。当然，这个东西在实战之中其实没什么用。同时按吗？哎呀，很简单的，你就玩一下你就能明白，自己去试一下就知道。先按个 Q， 右键摁 S， 很简单。
因为猴的 S 不是说就直接就变成那种假猴的那个样儿吗？你知道吧？他就用这个，三打五，我都能一个打五个，现在我打他们家，打四个吧，五个费劲点，打四个行。卡莎再连上来已经没用了，因为他已经掉线了。小黄毛为什么来？那乌鸦不用打他啊，他一点伤害都没有。那乌鸦，他就只是诱。抢我银头！哎，这是要追呀！我这一看呢，在这等一会儿啊，这波可以打。剑圣砍人也不掉血呀，小法师，小法师没闪，没事，不害怕。让小法师打一波假猴，在这假装回家，嗯。算了吧。小法师那玩意儿点人放的，我们容易躲不掉，不合适，算了，走了。你家死人了，没停过电，就是啊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还没停过电吗？人家家里都停电了，或者是出点事儿了，这话题就话题吧，这运气不好，没办法，有点烦，这就是。